黑道风云的话，我是觉得至少比大黑帮多东西可以讲啦。但是因为久久没有玩，也是要啊，要找一下重点哦。现在就是更新整套的套金啊，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升级蒸发，等我想啊，最近是阿里斯。我在想一件事情呢、欸，要怎么？那怎么跟你们献完啊？日报啊！不在哪？哇，66个赞！